方三十六首，温中汤至小儿下月饥冷，洗浴过度，即乳母亦将冷洗浴，宜冷乳饮，儿儿壮热忽直好与良家之耳。下如水，胃虚弱，则面青肉冷，目眩，干呕，宜先于此调其胃气下及止方。干姜浓朴各一分，当归桂心甘草各三分，人参白术茯苓桔梗各二分，上九味举，以水二升煮取九合，六十日至百日耳一服二合半，与皆随儿大小。温中大黄汤治小儿暴冷，水谷下或乳冷下清洁不消，或冷食吐下，干呕烦闷，即冷至赤白下者，若以服朱栗汤去食，胃中虚冷，下如水，干呕，目眩，烦扰不宜利者，可除大黄。若中乳，乳母洗浴水气未消，饮而遂为霍乱，宜利者便用大黄，不须利宜温者除之方。大黄六分，桂心浓朴甘草干姜各一分，人参白术茯苓当归各二分，桔梗三分，上十味，以水二升半煮取八合，凡二三十日至六十日一服二合，七十日至百日一服二合半，二百日者服三合。黄柏汤治小儿下月伤，暴寒，寒折大热，热入胃，下赤白至如鱼脑，壮热头痛身热手足烦，此太阳之气外伤寒，使热气入胃，服此方凉，勿以利药下之，或以温皮汤下之，则热利，以利药下之，便数去赤之如烂肉者，或下之不差，复以色热之药断之，下既不止，倍增壮热者服之即效，或者温病热盛，复欲暴寒折之，热入腹中，下血如鱼脑者，服之良方。黄柏、黄连、黄芩、生麻、当归、白头翁一座白脸、牡蛎、石榴皮、寄生甘草各二分，犀角、艾叶各一分，上十二味举，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二合，百日而至二百一日，一副三合，至中结阳丸断冷至下，赤白青色如鱼脑，脱肛出，积日腹痛，经食不断者方，赤石之五分，吴茱萸三分，干姜、附子、当归、浓朴、白术、木兰皮、白头翁、黄连、黄柏、石榴皮各一分，上十二味为末。蜜丸如大豆，二岁以上服五丸，三岁以上服十丸，十岁以上服二十丸，暴下者服少许便差，积下者进一剂更合。栀子丸治少小热力，不止方：栀子七枚，黄柏三分，黄连五分，矾石四分，大枣四枚，治令黑，上五味为末。蜜丸如小豆大，服五丸，日三夜二服，不知稍加至十丸。藜芦丸治少小泻清利方：藜芦二分，黄连二分，附子一分，上三味为末。蜜丸如麻子，以粥饮服，二丸利咽。四物凉米汤治少小泻注方：凉米、熟米、稻米各三升，辣如淡子大，上四味，以水五升冬向燥煮凉米三沸，去子，复以之煮稻米三沸，去子，复以之煮熟米三沸，去子，以辣纳之中和之，辣消取饮之，数事有厌。龙骨汤治少小壮热可饮饮下利方：龙骨甘草、大黄、赤石之、瓜蒌根、石膏、寒水、石桂心各二两，上八味至下筛，以酒水各五合，煮散二合二沸，去子，凉而大小服之，
大黄汤治少小下痢苦热不食伤饱不乳方。大黄麦门冬甘草各一两上三味举。以水二升煮取一升。二三岁儿分三四服。生津牛黄汤。治小儿积下不止因发咸方。生津三株一方用六株。无生金属金易得牛黄三株麻黄三分黄连干姜人参甘草各一分细心半分上八味举。以水一升六合煮取八合。去子林服盐牛黄以煮汤中。咸而热者用生姜代干姜。金是伐生金但用成器金易善。二三两皆得用之。则七诸余汤治小儿下月暴寒。寒入胃则暴下如水。四肢被寒所折则壮热。今日不除。今月许便。通身虚。满腹痛。其脉微细。服此。汤一剂得效后见安方。则七青木香海藻各二分。无诸余茯苓白术桔梗芍药当归各五分。大黄。上食未举以水四升煮取一升半二百日至一岁耳一副二合半一岁以上至二岁一服四合只食散至少小酒粒淋粒水谷不调行雷不堪大汤药者以此方只食二两至下筛三岁以上服方寸比若儿小以一斟酌日三服至少小冻住下痢方及离子二升导之温服以柴为度右方取木瓜汁饮之右方酸石榴烧灰为末服半钱比日三右方导流之服之右方炒苍米为末饮服右方狗头骨烧灰水和服之右方阳骨灰露骨灰上二味并水和服之。随的一事即用之。右方炒齿令焦。水淋之服之。神宴冷则酒淋服。右方五月五日百草末吹下部。至小儿赤白至下方泻白一把齿一升上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二升。分三服。右方百叶麻子末各一升上二味以水五升煮三沸百日耳每服三合右方牛角灰水合服三方寸比加右方烧蜂房灰水合服右方乱发灰鹿角灰上二味等分三岁耳以水合服三钱比日三至小儿赤白立方白合根之生地黄之各五合。上二味微火煎一沸服之右方五月五日蛤蟆灰饮服半钱比。至小儿热立方煮木瓜叶饮之至小儿冷立方了菜导之凉儿大小与之一方做芥菜右方捣蒜敷两足下。至小儿暴力方小鲫鱼一头烧灰服之一至大人右方烧鲤鱼骨末服之一方做龙骨右方赤小豆末酒和涂足下日三度由何易得至小儿骨毒立方蓝青之一升二合分为四服至小儿可立方捣冬瓜之饮之